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第四十一课。第四十一课是会众反叛化。小朋友看到这些人，他们在旷野的地方，以色列人，那他们现在经过了什么？亚伦给我们一个神，我们的领袖。还有我们的神好像不见了一样，做一个假的来代替，做一个来代替我们的摩西，或者代替我们的神，反正我们的领袖不见了。经过亚伦呢，就说好吧，个人的戒指怎么给我？哇，经过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神给他们十诫，接着摩西给他们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就将他规定的跟我们讲，跟以色列人讲，然后今天也是跟我们讲，那我们可以遵守的。那接下来你们看哦，他们又在旷野里面，那他这个时候耶和华要他们做一件事哦，你们要进去迦南地，因为耶和华说我要你们进去迦南地那里非常非常的好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所以你们要进去。哇，小朋友，耶和华说话，我们要听话，跟着平安妈妈说一次好不好？耶和华说话，然后我们要，你们说听话两个字，听话，答对了。哇，那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有没有像你们那么的顺服呢？哇！这时候耶和华就跟摩西说，摩西，你现在打发人去看看我要你们进去的那个迦南地，然后你从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然后选一个做领袖的，每一个支派呢都要选一个做领袖的哦，因为我要找他们进去迦南地的地方，看看迦南地这地方怎么样。哇，他们真的哦，每一个支派都找一个小领袖，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支派，我们就派温柔去，他是领袖，然后他就要去看看这个迦南地如何。温柔代表我们这支派去哦，哇，所以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领袖就去了，他们就去了迦南地的地方，他们到了以十个谷的地方，哇，那地方到底如何啊？他们去到以十个谷的地方，哇，他们就从那里砍了，他们砍了什么？给你们看一看，他们砍了什么回来？然后你们觉得说那地方到底是不是好像很好，还是很不好的一个地方呢？到底是好像很丰收的，还是一个不适合去的地方？你看，哇，这个葡萄真是太丰盛的一个葡萄，这么大一串，竟然要两个人这样子才能够扛得动。你们有看过这么大的葡萄吗？这么重，这么大的葡萄，所以代表着神说那个迦南地，耶和华说的那个迦南地，有没有照着耶和华说的这么丰盛？牛奶与蜜之地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丰盛啊？有没有很好？看，有哎，而且他们还带了石榴、无花果，哇，石榴好好吃，无花果，yummy， 哇，葡萄，好赞哦！小朋友，你们知道他们在那个迦南地的地方当间谍，去看看那个迦南地到底是怎么样，回来好报告摩西，还有报告我们各族的人。他们在那里几天，你们晓得吗？40天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、七天、八天、九天、十天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二、十二、一、二、二、三、二、四、二、五、二、六、二、七、二、八、二、九、三、十、三、一、三、二、三、三、三、四、三、五、三、六、三、七、三、八、三、九、四、十。他们在那里40天，哇，在那里40天又看
像强壮的人，而且那边的城墙高大，有住着亚纳族的人，怎么办呢？这虽然是一个耶和华所应许的迦南地，非常非常的好的地方，可是这些间谍回来的时候有说各位，我报告你们，我们去了40天，看到那里的居民强壮，还有那里的城墙很高大。他们回来开始报告，而且还说我们还看见了亚纳族的巨人，好像又有很好的，又有这时候加勒有加勒哦，加勒他也是领袖哦，加勒是其中一个领袖。加勒他就在那个摩西的面前，他就跟摩西面前跟这些百姓说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去迦南地，我们一定可以的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怕。”加勒怎么说的是不一样有信心的话？可是呢，还有别的领袖哦，别的领袖他们也跟加勒还有约书亚一起去的，他们就说：“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能，不要上去，那地方的居民这么强壮，他们会把我们给吃掉。”哇！会把我们吃掉哦！他们听了以后真的好害怕哦，这个叫做报恶信哎！你们听到这个加勒他报的是有信心的，可是其他的这些领袖他报的，背后的这个恶信就是没信心的坏消息，他们眼睛看到的都是害怕，不行。No, 不要去吧。怎么跟加勒跟约书亚说的不一样？那个晚上，那一些百姓听到了这些报恶信的，整夜都在哭哎。给他撕裂！
这些人听了会不会改变心意啊？这些人，加勒跟约书亚继续说：“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”哎呀呀呀呀呀！你是这样。加勒跟约书亚太有信心了，他说：“巨人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来把巨人吃掉。”加勒跟约书亚好棒，而且保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了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，Don't fear，不要怕他们，讲英文讲不出来，不要怕他们，对，不要怕他们哦。啊，这些会众听到了以后，有没有说好、哦、对不起，我们悔改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刚才错了，求耶和华原谅我们。没有啊，没有。他们开始说：“哎，拿石头！哎 ，sorry， 拿石头砸死他们啦！”哇，竟然要拿石头砸死他们！他们开始拿石头要把加勒跟约书亚打死的时候，耶和华来了，耶和华来了，对摩西说：“哇，这百姓，轻看耶和华。”竟然不相信我，到底我要忍耐到什么时候？我现在要用瘟疫击杀他们。摩西说：“耶和华，对不起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杀他们？求你赦免我们好不好？求你赦免我们。”耶和华慈悲，还是要处罚。好，我要全部杀尽。现在耶和华说：“人注意听哦，这些人20岁以上的向耶和华发怨言、没信心的，全部通通要死在这个旷野。他们会在那里一直走，20岁以上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不要进去迦南地了，你们就在这里一直走到死掉为止，你们要死在这个旷野。”还有哦，加勒跟约书亚有信心的，可以进去迦南地。还有呢，耶和华继续说：“你们说，你们竟然说你们的太太、你们的小孩会被迦南地抓去，会被抓去。我现在就说。”我要带领他们进去迦南地，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竟然说那些没信心的话，你们的太太跟小孩会进去迦南地，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可是还有第三点哦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这些抱怨的20岁以上的这些人，还有你们的比较大的儿女。也要跟着你们在那里漂流、流浪，要流浪40年。哇，为什么是40年啊？耶和华说，因为间谍他们去迦南地那边40天，所以一天顶一年，所以40天就变成几年？小朋友，我今天在家里哦，也想着，我想着说，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没信心抱怨的人，其实我们常常会把神的一个要祝福的，然后就看错了，然后就自己就只用自己的想法，就说，哎呀，巨人好恐怖哎，哎呀，丞相好高大哎。哎呀，亚纳族人呢，巨人呢？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心里没有想着耶和华他的膀臂高大？你看，牛奶与蜜，这个葡萄，还有无花果，还有石榴树，还有耶和华他伟大，他会帮助我们。
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你是祝福我们的，你会赐给我们力量，还有帮助我们向前进，走到天堂的地方，都有你的力量陪伴。不要害怕，要自己想别的，要专心依靠你。谢谢你，也为还没有信靠你，还没有成为你的孩子的祷告。希望他们能够赶快相信，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个人救主，跟我们一起向前走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很有意思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还有跟今天的金句有很大的相同。